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突然发出聚会邀请，这让三人怎么也欢喜不起来。因为那老同学曾被他们霸凌过，按理说恨他们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好心发来邀请呢？但考虑到那时候还小，他们便以为对方没放在心上。聚会的地点是在学校，他们曾经在这里埋过时间胶囊，相约今天一起挖出来。可直到天都黑了，老同学都还没出现，三人便决定先去学校挖出时间胶囊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什么？是有人在那吗？ 长毛下的赶紧举起手电，结果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。看来是自己多想了。很快，三人找到了埋时间胶囊的地点，并且三下五除二就挖了出来。他们兴冲冲地打开了胶囊，结果却发现里面东西多得出奇，并且大部分都是那个老同学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长毛发现了一封信，那是老同学留下来的。结果等他打开一看，10年後どうも僕はいません。 ここは暗くて冷たいよ。でも今は寂しくなんかないだって。みんなも来てくれた。信里的内容非常瘆人，怎么看都像是遗言一样。これノリオのいたずらだよ。昔いじめられたから立ち悪くて。行こうぜもう。帰ろう。俺たち本当にタイムカプセル埋めたんだっけ？长毛有些不确定，可这时土里居然传来了动静。 他不知道底下有什么，便壮起胆子拿起了盒子。原来老同学在10年前早就在他们的霸凌下自杀了。